会想去看的感觉。这个是要看自己工作时间了，允许了会试看一下咯。不会去看，这样子只是为了要吸引那些想要突然间发财的人去看罢了。是假观音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懂，不懂。假观音知道？你有看到不在本面发生过吗 ？This is Malaysia, people. 看了这个 trailer 过后，你觉得我要看？好，你觉得你看了这个 trailer 过后，你会有冲动想要去看这部电影？啊，有。它的特效还不错，特效很假，有一点假了，他做到。感觉会很好看。请问是真心话吗？算是吧。